安安尼。嗯，感情真遐歹。唉，我来遮歹命，我的感情一定爱一段一段比一段搁较坎坷。即个甲男朋友交往遐尼啊侪年啊，想袂到嘛无好结果，嘛一直遮坎坷着，连性命嘛安尼讲。唉，我的感情哪会遮尼苦？那这么苦，这样让他有一个，是最后一个。我的感情怎么这么苦啊？甚至跺脚也没有关系啊。我感觉让他有一个起伏啊，起伏，哎，他们才知道下课。我就没有办法起伏啊。我的感情怎么这么苦？苦啊，你。哈哈哈哈哈哈。我跟老师这样一连吃了500多个便当，已经很难过了。有点咖啡味。不要再造孽了，好不好？想到待会又要开始吃便当，我俩。怎么不晓得今天便当生意了？对、啊、有我录影的地方，一定要指定买我的便当。二十里，你要开很多分店。红枪牌便当。对啊，没有红枪牌，就听到看到红枪两个字，非买不可。它 logo 是他的脸。对对对，内容一定非常的精致。菜色就菜菠萝，然后一个小排骨嘛，小排骨能被控吗？太清楚啊。破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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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靠！我卖80这样的，卖80啊，卖80，最起码赚60。对不？我来投资下去。工作人员100我就赚6000。谈什么屁呀、啊？谈啊！经过我不止一次哦，你最近 case 接袂完？不是。我 case 我只赚不够，我只赚不够了。我今晚了，我今晚嘿，欠伊银银银银了，银银。那安尼我甲你算看卖吼。哦，三车四车命啦，三车四，唔通啦。啊，我讲袂个，我这种年纪啊，袂感激啦，袂感激哦。嘿嘿，我冻袂着，我你都真勇嘞，一日都好你啦。哦，啊，一日靠靠靠吞的就好啦吼。没咯。爱情鸡。啊，真假啊！啊，真假，当然嘛真假啊，无你干嘛去压假呢？那个是，我是好心看一只臭狗瓜，臭大狗人蛋在涂骹的喎，我甲提起来要蛋落去水底啊啦。啊，那么小、喔，三个男人凑在一起都在讲鱼了。啊，我都说，奇怪，那你听到嘞啦？刚刚已经讲一轮了。要不要干活啊？我要不要回家、啊？然后你知道吗？我还要赶高铁，还在讲鱼。但是老师刚刚说我们在讲鱼，但是老师你别忘了上次我们去钓那个白带鱼，我还特地拿到你、哪有人钓白带鱼？讲鱼都没有用，我告诉你，有好朋友就是这样，专程拿老家来杀来吃，这才是最幸福的。老师你也转得太硬了吧？所以呢？再让他坐下去，他打个龙门阻挡啊！呀，太屁了！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